爱情摩天轮是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的时候最响亮的政见之一。民进党籍议员最近连番批评韩国瑜，说爱情摩天轮动工是谎话。韩国瑜今天生气地回应，他说的是有外商前来研究评估，没有说要动工。韩国瑜反批民进党籍议员只会抹黑，唱衰高雄。请听林宪元报道。民进党籍议员连日批评韩国瑜说谎，议员指爱情摩天轮并未动工。韩国瑜在回应时显然生气了。你是说开说明会还是动工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动工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什么场合我说过动工呢？为什么有民进党的议员每天在唱衰，每天在扯后腿，就很不希望高雄进步的样子？我哪一天说过要动工？那什么场合？正确的说法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有外商要投入来调查研究探勘、研究这个商业价值，有2到3家。我什么时候说过动工？所以民进党的议员就很不希望高雄进步的样子。韩国瑜说，爱情摩天轮的构想目前是有2-3家的外商在评估，他说他并没有说过动工这件事。中广记者林宪元高雄报道。